Thank you.
Thank you.
生意真是穿透力好强，还没去文具当天超出价格了。你上了江上，我喊出来你走走过山也听到了。他是穿的很像那个昆明镇那个样子。有那个叫主教练，他的电竞啊，很好。有他们那帮人也挺好，在 PVP 也是有一帮人。但肯定在这个肯定够强，一般的都有，都有。毕业了。买个眼镜好像，买个老花镜，戴起来这妈逼，像一个就妈的头乌鸦子。啊，这个几块钱不便宜。小时候大家在超市。
Thank you.
县衙的位置挂掉是吧？对对，县衙还是一个门小，还具体里面很大的一个，还是它这个地偏院。像这个石上面的话，上面的话，
就刚才那个。这个没地方的，你这个呢？嗯，差不多了，那个。接着去，单单去了。我怎么？我怎么？我怎么？
明天给我打水的。